那至于说有一些地方会不会开放，我想最基本的条件是两边的疫情要差不多嘛。日本开放，我们现在对于开放这样的一个观光团旅游团是还没有开放。好，那怎么样来开放？那可能教育部这边会比较清楚。不过目前我知道是还没有开放。整体的大概要开放这个真的要出团，那可能都是我们等到这一波商务的旅行能够顺畅，疫情能够控制那才会开始来做考虑。那现在还是要做相关的一些准备。